小心吃，不要噎到哦。万一噎到怎么办？这里有教你怎么帮助排除异物。每天记录各项数据，掌握被照顾者身体状况。阿妈，血压都很正常哦。陈太太嘴唇发紫，好像没有呼吸。收看新住民网上学，让你成为一名合格的照护员，为投入职场加分，并守护你的家庭健康。要收看哦。